完全没有，但是没有退追踪吗？有暂时退下，会看到，对，没有反响，我们是零七跟微博，然后也是开放下礼拜三要去。所以看起来现在状态是真的吗？没有吗？还是有点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。没有，没有，就是正努力的生活。嗯，没有想说要搬回台北吗？因为肯定毕竟都是你们两个的足迹耶。因为我原本自己就近视，所以本来就打算在定居。是，然后再加上我是上那个社区大学的、啊、对，所以我觉得我是真的想要认真在台北这个住的地方。哦，所以这个还是住饭店吗？所以真的都没有没有，嗯，完全没有，但是没有退追踪吗？有暂时退下，会看到，对，没有反响，我们是。新的恢复，然后眼睛也开放。现在比较想要注意力回到自己，对自己身上。因为我觉得可以跟现实的自己说，对，我觉得跟没有跟外界都没有关系，就是但是说自己要把自己状态调好，是就会被其他的影响。就是先把自己先消化好。我觉得上一段我很感谢。反出一些这些到头来都会有自己好，然后其实没有遗憾，我觉得我很经历，我觉得不管哪一个时段有什么经历，所以我觉得就是感谢这段经历，让我们收获来的是什么？还会买一些什么？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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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？就是他的事业，对他的事业，就让他去。但我也觉得他也是蛮好的，对，赶快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听啊！快啊！